政府一直密切监察新冠情况，重点保护高危群组，同埋留意世卫嘅最新评估。就新冠疫苗的最新公布，世卫重申，现在获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包括新冠原始病毒株疫苗，仍然能够提供重要的保护。本港现有的疫苗，包括伏必泰和科兴疫苗，对预防新冠重症和死亡依然高度有效。市民如果未完成接种头三剂疫苗，应该尽快安排接种，保护自己。高危群组应该在接种上一剂疫苗或者感染新冠超过六个月之后接种额外的加强剂。除了接种疫苗，如果出现病征，即使症状轻微，都应该佩戴外科口罩和尽早求医，减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同时要记得时刻注重个人和环境卫生。